ikke bedre. Og jeg prøver at tilgå højt, eller? Som kan sige.头先你一行开都话就九秒九锁你部机啦，好彩我帮你执齐晒啲嘢。点解系我？因为你平得嚟贵，贵得嚟平 ，fresh grad 人工咁低，对 cut cost 冇意义，炒老屎忽又请食肥鸡餐，分分钟搞到人哋家破人亡，包公关灾难仲麻烦。个女魔头啊咁识计数，你又未做够5年喎。 长期服务咁都悭埋喎，唔炒你炒边个？所以冇办法，你系被选中嘅细路。人生好难，定系只有年轻先至咁难？人生就系难。 多谢建叔，多谢你哋啊！我已经演咗好多间，但都冇 offer。如果最后尾我冇做过医生，我又好难搵工，咁点算好啊？傻妹嚟嘅，而家未搵到啫嘛，唔可以咁快放弃噶。但今年身边啲后生仔有成30000几人啊，有10000个 fresh grad。 即系本身一个失业嘅后生仔，剩咗1个去fresh grad啦。我唔想一毕业我就失业啊！你报纸成日都制造恐慌噶。我家姐因为太大压力，佢搞到有情绪病啊！我细佬仲好细个，爸爸妈妈将晒啲期望摆晒我身上面。 我好大压力啊！如果我再搵唔到工，我真系跳楼都搞唔掂啊！生日红事嚟噶嘛？你喊到白事咁样做咩咧？好事，少年，你太年轻啦！你以为有 intern 就会有正职，有正职就会上到位。上面嘅人坤你话只要肯挨就会有收成。 到最后有收成嘅系佢哋，唔系你。你只一个连去 recycle 都唔得嘅 conduct。教坏细路，做人要有目标有追求。我哋应该引导 Yuki 去达标，而唔系消极放弃，摊喺度抌运动。摊唔系抌运动，系一种高举人主体性嘅运动。人生就系长冇得 save 同 low 嘅 RPG。你呢种人系 player， 一出世系 full gear， 打大佬容易啊。我哋呢啲净系街头街面行过嘅 NPC。 每日都做埋一模一样嘅嘢，赢嘅机会系零。要唔俾人玩，就净系可以早日 quit game。仲有，一定系你帮我搵工噶啦。唔该，你唔好咁多事。我做步兵，搵够就收工，食几多做几多。我唔会再做社畜。你咁快就 interview 嘅机会，根本就有潜力做 player， 点解要自己讲呢做 NPC 啊？社畜唔系 player， 你明唔明啫？ 你根本就系惊失败，唔想求有咩唔啱先，净系识得逃避，可耻啊！但系有用喎，你而家唔系生活紧啊，你生存紧咋，甘心咩？如果生活包唔咁嘅痛苦，咁我宁愿生存算了。